现在呢，我们把第六组呢讲解一下。在讲解之前呢，我们把第六组的动作呢先演示一下。好，现在把每一个动作第六组啊的动作讲解一次啊，讲解一下啊。那么上个动作呢是在啊这个拦腰刀啊，我们上部拦腰刀，拦腰刀，这个拦腰刀，拦腰刀呢这个动作是横过来，倒横过来的啊。接下去呢是独立式，独立式什么叫独立式呢？这个转身体一转以后啊，这个刀呢人呢就站起来，站起来呢这个挑独立。啊，站好，独立。这个独立是为什么独立呢？因为这个腿一收回来，这个刀往下，哎，是吧？人家烧你腿嘛，这个刀要往下，啊，这个独立式，这个手掌不变，啊，主手手掌不变，往上还是在上面，啊，这个刀呢，横过来往下劈，哎，这个独立式呢，这个腿要提平，脚尖往下，往里扣，啊，这个刀呢，往下劈呢，这个刀不是平的，哎，稍微往下一点，是吧？这个看上去就是往下劈下去的啊，这个独立式，啊，这个独立式，我到这边做一遍啊，横过来，拦腰刀，转过来以后，眼睛往右一看，马上就独立式，嗯，这个站好，独立式啊，哎，站好，独立式，独立式以后，啊，独立式以后，乌龙摆尾啊，乌龙摆尾了啊，这个独立式以后，乌龙摆尾，这个脚落下，这个脚。刀呢向上绕起来，绕一个圈，啊，再上主脚，再上主脚，右脚头部，嗯，这个刀在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主脚呢往右脚后，哎，头部，这个我们拳里面的叫头部啊，这个步子往后，哎，往后头部，啊，啊，独立式以后。这个右脚一落下，这个刀从右向上向足，哎，在足脚上部往里扣，脚往里扣，哎，在这个刀往下压，哎，压下去，这个足右脚呢从足脚的后面，哎，透过去弯腿，两腿相交，这个压下去，嗯，压下去，是不是啊？压下去啊，压下去，这个叫乌龙摆尾啊，乌龙摆尾压下去以后，大八翻身啊，转身，这个转了，转身呢，你身体里倒一起转啊，同时一起转，转啊，这个用脚跟转啊，主脚用脚跟转，转跟转，转到这儿，右脚收一收，哎，马上向后再进步劈刀啊，大八翻身。这个弓步啊，弓步刀提平，脚尖向前，刀尖向前啊，刀刃上向下，这个左手呢还是在上面，掌心向上，哎，成无形的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乌龙摆尾，怎么翻身？哎，是吧？一转的时候当然是连起来，不能中间不能停止啊，转的时候要连起来，嗯，就转的时候走一步。啊，这个比刀再收一收啊，收一收，摆手出心，下一个动作是摆手出心了啊，劈刀以后收一下，收半步，再进一点独立，哎，摆手出心啊，这个脚也提平，所以每次我们叫这个提起来踢脚啊，这个脚也提平啊，脚尖朝下，哎，大腿平的啊，这个摆手出心啊，收一下，摆手出心，嗯，啊，再扫腿，啊，这个扫腿呢也是头部啊，这个脚呢，这个主脚呢提起来以后往右脚后面落，啊，往右脚从右脚后面落步，啊，这个推的时候摆手出心，推的时候。啊，推的时候，这个手还是在刀把后面，哎，有稍微就是有点助推的影视啊，助推影视啊。
拼，收一下啊，再刺，再扫腿。这个扫腿呢，就是说这个刀呢也是要往上绕，绕一个圈，绕一个圈再往下，扫腿，扫腿，扫腿以后，转身拦腰，转身还是两脚同时转，两脚一起转，一起转，转到这儿，主脚往外，再上右脚，刀也是往上绕圈，上不拦腰，对吧？拦腰，这个刀平的。这个刀刃是向主了啊，拦腰刀刃向主，向主啊，手心朝上啊，这个手心朝上，向外啊，手上啊，摆手图形，哎，向扫腿，扫腿啊，这个扫腿转身，转身的时候刀要竖起来啊，哎，这个问题啊，刀要竖起来，哎，刀要竖起来，这个可以防止对方的。任何方向来的刀，任何方向来的刀，我这个都是化掉了啊！啊，竖起来转，哎，好，脚尖都转了是吧？转到这儿，这个刀再竖起来往上，刀刃往上绕一圈，再上右脚，啊，颈部，啊，上部，再上部洗刀，再转脚尖，这个刀呢转下来。刀刃上向下，这个手，左手上，左手下来，向前上步，虚步，刀拉回来，哎，这个刀上步洗刀，啊，是个虚步，这个单掌出去，主掌向前，刀往后拉一点，啊，身体也直了，头要顶，眼睛往前看，啊，这个洗刀，再转身长刀，转身长刀，这个刀往后。往再往右往后再绕一圈，绕一圈往上头上绕一圈，哎，绕一圈右脚提起来，右脚提起来，足射提到胸前，好，右脚向后落步，刀向下，刀下向足手足掌出去，哎，长刀长刀向，对吧？转身长刀，刀往后拉，啊，刀往后拉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一洗刀。洗刀，洗刀以后，这个刀往后拉，往后拉以后再往后绕，对吧？往向上绕，向后，向后头上绕圈，长刀，啊，长刀，啊，好，动作就到这里。好，下面呢也是第七组，也是最后一组，啊，下面我们先把最后一组的动作呢先演示一下。现在呢，我把最后一组的动作呢进行分解啊，每个动作进行分解一次。上个动作呢，我们说到的是啊长刀，对不对？长刀，长刀接下来呢是漏息啊，漏息独立漏息啊，独立漏息这个脚起来漏息啊，漏息啊，漏息刀啊，这个漏息呢就是说你这个长刀以后呢，这个腿起来。一定要提平这个手呢，足手从膝盖，足膝盖，足腿边上过下去，下去以后，手稍微扎一点，扎一扎，稍微扎一扎，是吧？哎，起，一扎，哎，这个腿要提平啊，再上步，刺刀，啊，漏血洗刺，对不对？漏血洗刺啊，这是刀刺平，刀尖向前，刀刃向下，对不对？刺平，哎，刺平以后，弓步还是向前的。啊，那中右料刀再往后缩，这个刀呢一转，刀刃向上，哎，刀往后缩，向中绕圈，哎，右脚缩回来的时候，再往脚尖往外转，
这个刀往下，再上主角，啊，撂刀，撂刀，你看，啊，这个撂刀，撂刀功夫，是吧？刀尖就是斜的往下，刀把向上，刀刃向前，对吧？这个撂刀啊，主撂刀，这个是主撂刀啊，啊，长刀，肉隙向前刺，肉隙起刺，哎，再收半步，这个刀马上转上来，向足绕，向后绕放。向后方绕圈，绕圈向前，啊，撂刀，啊，再向上向后，啊，这个主角呢也收回半步，啊，收回半步向后撂刀，啊，向后撂，向后撂，啊，再主角一转，再右脚上步，嗯，虚步撂刀，啊，虚步撂刀，那么这个虚步撂刀呢是刀刃向上，是吧？刀尖向前，是吧？手心也向上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手呢，主手在手柄向上面，手柄上面啊，这个动作啊，我再做一次啊。前刺，收，撂，撂，好，再向后绕圈，这里一个劈啊，再转脚尖，撂刀，啊，撂刀，撂刀以后，跳步了刀，跳步了刀。那么这个刀还是刀成人，刀人要往下转，收脚，收脚，这个刀向下，同时要同步，啊，向下同步跳步，这个手主手往外绕圈，右刀右手使刀向后绕，绕向上步，哎，从绕头以后，绕头以后从上面下来，哎，虚步，虚步啊，虚步袭刀。对吧？所以这个动作呢是要上下这个脚都要配合，啊，都要配合一致的啊，都要配合一致的。嗯哼，撂刀以后，嗯，哼，这个手呢绕一圈，从胸前向前推出，啊，从胸前向前推出去，啊，绕下来，绕步绕一圈，向前推出，啊，推出。那么这是虚步啊，这个头要直。头要顶，眼往前看，啊，接下来是正脚提刀，正脚呢，为什么叫正脚呢？就是说，重心往主脚移，右脚提起来，这个刀把也提起来，那么右脚提起来呢，这个正脚，啊，正脚啊，正脚，啊，这个刀呢往上踢，啊，正脚提刀，往上提，刀尖朝下。刀刃朝上，啊，那么这个脚呢，就是换步了，就换步换得快一点，啊，虚步，啊，起。那么这个手呢，这个主手呢，是放在那个主脚的脚扳、脚扣那个地方，应该是这样啊，这个样子的动作，脚推大腿提平，脚尖往下，怎么提的啊？是这个动作啊，虚步。正脚提刀，劈，再向前劈，哎，再向前劈，啊，劈刀，啊。那么这个动作呢，就是说，进步的时候呢，一提以后，啊，进步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手跟脚要同步，手也上去，刀也下去了，步子也功夫出来了，啊，这个同时呢，向前劈，啊，向前劈。转身，这一刀横过来，手按在右腕处，啊，刀横过来，刀刃向前，刀尖向足，好，转过来以后，那么拉刀几次啊，跟前面一样，右脚提起来，两边拉开，向后拉刀，拉，这个两手同时分开，啊，同时分开，右脚提起拉刀，啊，再向前刺，向前刺。啊，这个向前刺呢是斜刺，斜方向斜刺啊，刺，再向后坐啊，哎，向后坐，这个时候刀就收回了啊，哎，叫比如一跃，这个是往后坐，刀叫在左手上啊，这个右手呢又收回来，再退一步收回来。
这个动作啊，这个动作了啊。那么这个是拉刀一次是吧？劈刀以后，转身，拉刀一次，再往后坐，刀一接，再往后退一步，这个手往这里缩，缩到腰部，哎，这个刀再向前围，又足脚转，脚尖往外转，上步，上步啊，上步齐心，这个就是双步齐心一样的啊，这个凤冠脚啊，凤冠勺啊，凤冠勺。再退步，这个刀来下去，哎，右手分开，右手向外撑，啊，掌心向外，哎，刀呢就落下主侧，落下主侧，啊，哎，这个一劈以后，啊，再转过来，热刀一次，啊，再收，收，再上步。走下来，现在呢，我把这个太极刀呢，啊，实际的用法讲一讲，讲一讲呢，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说你在练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实战感，啊，实际有个感觉，啊，这个刀是什么用度，啊，这个刀。是出去是什么样子的啊形状，啊对方是什么刀，我是什么刀啊，这样子呢，练起来更有味道啊，更有实用，更为实用啊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做几个例子啊，做例子。首先呢，这个竹油镰刀，竹油镰刀啊，这个竹油镰刀怎么来呢？那对，就是对方刀向上劈下来，啊，等于像劈刀一样劈下来。劈下来呢，那么我左右是蓝刀，哎，要劈得高一点，对吧？它高处劈下来，哎，我这个蓝刀呢，嗯，这么蓝，是吧？这么蓝刀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各他的手指啊，手指啊，再劈，嗯，这么蓝，对不对？那么我竹篮也是一样，他劈过来，哎，竹篮也是一样，嗯，我这劈，这不是蓝啊，就蓝刀了啊，这么左右蓝啊，这是一个。那么下面再说一个这个扭扭穿穿剑啊，扭扭穿穿这个刀也是很奇妙的，啊，扭扭穿穿呢，就是说对方劈过来，啊，对方劈过来了，劈过来以后呢，啊，如果劈过来的话呢，就是说我这个刀呢，啊，就是劈过来了以后，我这么刀一挠，啊，这相差。把这个对方这个刀呢一绞绞过来，又往上绞下去，再往前啊，啊，好，那么这个如果对方劈过来了是吧？劈过来我这么刀一刀，这么一绞，啊，所以这个刀是对方这个刀呢，哎，这个绞过去，这一绞以后，再上步，啊，这个就这个就穿上就这个刀啊，这个刀上去了啊，这个上刀上去了。那么还有一般的扭扭穿穿呢，对方劈过来，劈过来以后，哎，我这个刀，哎，这一划，一划以后，哎，我这个刀过去了，他这个刀不是过去了吗？是吧？他劈下来以后，这个刀一过去，哎，嗯哼，这我再推上去，啊，这个推上去，所以这个刀法都是很凶的，啊，这是两个刀法，是吧？是这样子扭扭穿穿，竹油都是一样，啊，竹油都是一样，啊，接下来还有一个劈刀。不是上步上手把的劈刀嘛，这个也是跟这个啊一样的啊。那么对方如果我这个长刀在这里长刀的时候是吧，啊，对方劈上来了，劈上来我这个一提，哎，这刀下去，他刀就一定要划下去了，划下去以后，哎，我上步就劈了，对不对？上步劈了，这个刀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个压刀以后啊，一举刀，一举刀以后他一劈，嗯，一劈我再劈上。劈刀啊，劈刀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啊，这个劈刀，劈刀这个动作呢是很正方向劈下去啊，正方向劈下去啊。接下来是不用网约一个蓝刀啊，不用网约蓝刀呢，他劈上来以后啊，我这个一不用网约，我打不用网约一拨他过去了，过去了我先打这个一个蓝刀，他这个就拉过去了，是吧？一个蓝刀就拉过去了，嗯。
那么我们再讲几个动作啊，接着讲这个动作呢，这里面呢好多动作呢都可以有很多的用法，很多的用法啊。如果我一个乌龙摆尾呢，它是一个转身啊，一个转身呢，它的后正好我在扫腿的时候，后面来了一刀刺过来，哎，这哎，这次就是扫腿，这就劈了啊，这一捞那就劈啊，就劈就拦腰啊，这是一个啊啊，接下来嗯，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撂刀，撂刀的话呢，它刺过来，我这么一撂，嗯，这一勾一个以后，这个往下以后，这我就撂上去了。啊，撂刀，他再刺，啊，再刺的话，嗯，那么我就可以往上，嗯，这个往上以后，嗯，这还是撂，啊，反过来还是撂，是吧？这绕一圈也还是撂，嗯，还是撂刀，啊，竹腿贴的话，啊，竹腿贴上来，哎，他会露馅，啊，露馅那就我就刺刀，我一露他就往后逃了，是吧？一露，哎，他逃回去，哎，我就刺刀了。就刺，啊，这是也是一个，他不用刀用腿的话，他腿很快啊，啪一刺过来，哎，我一落，哎，我就刺，再刺刀，啊，这是一个啊，抽刀刺心。那么下面一个呢，抽刀刺心呢，他个刀，劈下来啊，再刺过来，往前刺呢，我这么一抽，抽刀，哎，刺，再刺，啊，这个抽呢，都是借。啊，化劲又刺刀，再刺啊，这是第二个动作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刀呢，基本上呢是都是直来横劈横化，啊，这个一样的。如果它直的刺过来，直的刺下来呢，我这单手刺也可以啊，单手刺你往前刺，哎，嗯，我这个刀是这么劈的啊，这么刺啊，这是最基本的，借刀的办法。这个刀的使用方法基本上讲到这里。
Thank you.